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你站住！程玉啊，程玉，程玉！什么林？程玉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知道，你的弟弟非常重要，我会对他好的，就像我对你一样好。我说到做到，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该动手打他，那个家伙连禽兽都不如，但是他毕竟是你的合作伙伴，我不该动手打他，对不起，我向你。接你回来了，你今天怎么睡我家呀？要不我走？我走啊。不用，他走，你留下。哦，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我问问他。怎么回事啊？连家都回不去了，你欺负思涵了？我今晚能睡这儿吗？思涵欺负你了？昨天晚上，嗯，我喝酒了，然后我把江思涵给亲了。好事啊！你终于想通了。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该开始安排见家长什么的？哎，你跟人家表白了吗？哎呀，傻弟弟，一段恋爱是要从一束花和一个正式的告白开始的，你切记啊，不要让一段恋爱莫名其妙的开始，否则你也很容易莫名其妙的结束。还是说你只是逗逗思涵？我没有。嗯。哎，你和李景阳？嗯。你有感情问题，
不找我这个感情专家咨询，你大半夜的跑到程玉家里，算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大半夜在我姐家里是想干什么？大人的事你别管。我跟你说啊，李景阳，我们家那些事儿你比谁都清楚。我不管我姐对你是什么态度，但但凡你敢对我姐个三心二意、心猿意马，你姐就是太要强了。这些年一直拼命努力工作赚钱，我就是想她轻松一点，不要那么大压力，至少在我这里，她可以不懂事儿。